有谁真正在乎你？显然你甚至拒我回击。江湖险恶杂碎局，风行道义谁钓鱼？恩熙怨熙一路归兮归喷熙，路见不平打到我这里，干过了换一身空虚。你算什么世道呢？就是 Hello， 现场的粉丝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终极三国燃一下粉丝见面会的主持人彤彤，很高兴可以和大家见面，并且呢，今天将和大家共同和我们的终极三国的主演们度过这个愉快的下午，并且还会和大家有很多有趣的互动，而且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的粉丝还有机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福利，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这个愉快的下午时光。好了，那我就话不多说，因为早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粉丝早早的就等在门口，所以请现场的小伙伴用你们的热情准备好你们的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我们将请上我们的各位艺人，准备好了吗？ OK， 首先请上我们最爱脸红的小伙伴，剧中的关羽的扮演者，他是谁？ OK， 有请我们来首子豪，欢迎子豪，欢迎。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 Special 子红在剧中的结拜兄弟刘备的扮演者 Special 韦静，有请。欢迎韦静。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最酷酷的小伙伴赵云的扮演者 Special Ivan。是一位非常耐斯的马超的扮演者 Special 一人，欢迎。欢迎。 OK， 下面请上的是三兄弟中的最后一位，剧中张飞的扮演者金钟熙，欢迎。中的最后一位，剧中黄忠的扮演者张鹤鸣，欢迎鹤鸣。好，接下来要请上今天第一位登场的女嘉宾，她就是剧中貂蝉的扮演者赵瑶柯，欢迎。好，接下来我们登场了第二位女嘉宾，剧中孙尚香的扮演者陈诗敏，欢迎诗敏。欢迎。下面让我们有请小乔的扮演者 ND 女团钟宇，欢迎。上的是剧中夏侯之的扮演者 ND 女团的 Lucia， 欢迎。接下来要请上的是就是剧中的神秘人物赵钱孙的扮演者纳维勋，大哥有请。
哥，欢迎。下面我们可爱的小新蒋干的扮演者要登场了，有请张浩明，欢迎宝三哥。欢迎欢迎宝三哥，我要偷偷告诉你一下，你上场之前那哥就把你椅子偷偷挪了一下，一会儿 PK 对战的时候不要手下留情了哈。好 OK， 我们继续请上我们剩下的一人，有请我们三国第一猛将吕布的扮演者卢明雪，有请。